才刚刚已经比我前来了。好厉害！哎，你站好，你站好哦！哎，他比我还高嘞！往前面走一下，往前面走一下，然后摆出最帅气的 pose 好吗？连走路都要帅哦！连走路都要帅哦！啊，对对，走台步好不好？往前走，然后摆出最帅气的 pose， 走秀一样。Let's go！ 好，慢慢走，慢慢走。我变超长的了，腿超长的。瞬间高12公分，虽然帅，但林鸿明好像不太习惯。不过这部分并不勉强，林鸿明想要的话，私下洽询小伟，我们是可以保密的。下位演唱者不需要增高，本身演唱就具有很抢眼的独特性，他就是星光少见的台语唱将方佑馨。声音有没有？对对对，我整个就被它融化掉了，真的，哇哦，被融化了，真的，歌声真的太好听了，对，很迷人，有没有？整个沉醉在里面。但是呢，这不能免俗，还是要问我们大学生，你们觉得这么棒的方佑馨，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加强的？小 P 写个现代化是觉得他家没有电器吗？台语歌吧，就是可能就会觉得比较。就是比较乡土味一点，可是我觉得可以融合一些现代化，比如说 rap 的元素，或者是那种唱盘刷的啾啾啾啾啾那种感觉，你知道？你看那个啾啾啾比较现代吗？对，啊，你不要小看我们佑馨，哎，我跟你讲，嗯，他好像他不会 rap 是不是？但是我跟你讲，鼠来宝绕口令他都会。不相信真的假的？考考他，考一下，考一下。那个初一吃素，初二吃素，一直到初十，来试试看。初一要快哦，啊，预备开始。初一吃素，初二吃素，初三吃素，初四吃素，初五吃素，快快，初六吃素，初七吃素，吃五。好，蛮厉害的，吃素了，吃六，他也吃到吃六，吃六吃素。你不是全世界在学中国话吗？对呀，他可以听到初六啊，已经很不错了啦。初六才刚练过一半呢，水准其实不够厉害啦。为练就好口齿来唱出佳绩，我们要来派出达人相助。这位达人就叫阿达，平时在节目中就常展现饶舌才华，虽然资历不深，也有3年表演经验。如何练出韵律，就让他教教佑馨吧。所以阿达今天有带来一段表演吗？哦，对，就是英文的段 rap。英文的 rap， 好啊好啊，那你就直接秀啦，好不好？给老友们秀，教教大家。我做了一个音乐，来，哦耶，有有有 ，Yeah， Let's introduce yourself， Come on，
Ladies and gentlemen, 刚偏 one day negation, gun be pension, can be one shin, one be dation. So JC is gone, JT is stay.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就这样。哦哦，哇，这么短啊！对，这一段虽然短，但是它很好背哦。因为我刚刚那样子念，其实它是中文。中文，对，我刚刚念那个。Ladies and gentlemen, 钢盆碗碟 Nexion 其实是钢盆碗碟哪个声？钢盆碗碟哪个声？看到大字报，不然我们借一下大字报。哎呦，这个就是你如果要需要用国际化来秀英文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好，这好适合我，因为我大英文三修。对，三修了。就我再为大家示范一下，就是钢盆碗碟哪个声是钢盆碗碟 Nexion。然后钢笔盆声、盆笔碗声是钢笔盆声、盆笔碗声。那碗笔碟声呢是碗笔碟声、碟笔碗声。哎，哦，碗笔碟声，对不起，对不起。然后 so 所以 Jason is gone, Jason stay, thank you very much。哦，这是一段，所以我刚刚念的其实就是这一段啊。我跟你讲啊，他的方法就是说，他明明是中文，但是他念起来很像英文，就搞了半天全部都中文。佑馨要不要自己挑战一下，看看有没有办法？搭上音乐嘛，搭上音乐来一次啊！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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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Ladies and gentlemen, Gumby Wonder Nation, Gumby Nation, Gumby Nation, Gumby Nation。尤其你觉得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吗？对不起，被羞辱啊！你觉得有一种，刚刚明明就是你敢不听见？又又的，刚比完神，刚比完神。练口齿吗？最主要是韵律感，虽然说有点滑稽，但说不定大家觉得佑馨这样也蛮好的啊。大家觉得说阿达哦，刚刚帮这个佑馨上了这个课，有没有用？有没有加到分？有没有加分？你们笑得那么开心，就很多人打叉。怎么的？不要偷按别人的。大爷写叉。对呀，很没有意义耶，根本就是阿达在那边躺浑水啊。阿达躺浑水，对不对？水也是产品。阿达，你就服气点吧，你的教学比起前几位是没说服力，就希望星光多少有学走前半段好的东西咯。我们录到这里，大概我们刚刚一开始那个一真的那个舞步已经忘记了。啊，对对对对对，马上来一真，来来来一真，来复习舞步来。准备对，今天唯一来有收获可能就是他了。别这样说嘛，他那一段就好了，可以吗？表示说刚刚心杰啊，刚刚出来的时候，他整个都在记舞步，他都没在听。不错，没他有学到 OK 的。对，有学到就好。OK， 好，再接下来这位是厉害了，好不好？铁肺啊，孙膑啊，欢迎。好。